吃完我再讲吼，来，阿妹，请你到四公里那个门口买饮料买一些。如果钱在那下，我钱啊，在那一叫啊。我咧笑啥，你知无？台顶冷气真是真寒，我后壁看，哎，正头大琴的弹袂紧，叮当弹袂紧，分的分无啥会出来，八时煞无啥，叮当鼓愈狂愈猛，伊就寒。啊，恁耳朵大啊！哦，我是感觉最好笑，真正讲的吼，我伫个边咧听，哎呦，奇怪，速度那愈来愈慢，哎呦，弹琴的讲手颠颠啦，弹袂紧啦。哎呀，黄金金莫订到了，真了无要紧哈，你要订到我拢无意见啦。哈、哦，来继续搁安排码头小便吼。他人家阿公阿公出事了，再我煞我都连这消息。
谢谢龙大哥，赞赞赞赞。